员呢，我们需要常常的就是做不同的造型发型，那也会用到很多的一些产品，那有时候没有办法控制产品的那些质量，所以其实我本身呢又是一个头皮很敏感的人，所以呢就会一些红肿啊，一些红点，有些甚至会头皮有些发痒，所以就造成可能有时候头发就比较容易掉落。其实呢就是有一阵子是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，所以在用我要做的是 Radio Frequency， 是他们Follicles 最新的一个护理，然后它有分几个阶段，清洗头皮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，然后呢也有按摩头皮啊，还有就是植入营养素在我们的头皮里头，这样子呢会这边接受了护理大概一两个月，从以前的脱发问题比较严重，到现在渐渐的好像都好久没有洗澡之后剪头发了，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效果非常的棒，非常的开心。